来了来了，你们要的 PW 陪玩来了。这鱼哥要点陪玩吗？鱼哥，你们有技术吗？有啊有啊。能不能显示啊？真的假的？能，妥妥的，妥妥的。OK 啊，那是这样的，免费带我一把，待会儿给你介绍客户就完事了。What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也要吃饭呀。就打一把，你好像会饿死你似的。你在那里蹲半个小时，没有老板也不是一样的吗？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哇，你们怎么格局都这么小？你们打开，可以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可以的话，把房主给我来，来把房主。对嘛？你看小六兄弟格局多大？就是嘛，打得好。怎么是我说的行吗？是我说的行吗？哦，是泥像是吧？哦，是泥像兄弟，小六都学着点小六。老六打得厉害，我直播间富婆多的要死，直接把你给包了，知道吧？一个字，绝。一个，你知道那天我那天带老板也是，你也知道我的实力了，是不是？那天在那个在哪里把你炸了？我说怎么会同意白嫖？原来是有经验的，上过你的素材了。你像你忘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一个乐乐，那时候不是撞到你了吗？鲨鱼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三宝一人30块，一把小一百罢了。我吃个外卖都要500块钱，我是在给你们五。你放屁！是这个是吧 ？OK 啊，都别动了，都别动了，准备开始。举头来了。我们把鱼哥炸了，把妥妥的鲨鱼们素材。鲨鱼还在笑，我以为只是对友开玩笑。上什么素材啊 ？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操，妈的上当了。慢慢的，鲨鱼剑感不对。你想怎么说呀？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，不是别这样啊！鲨鱼实在呀，那你现在去转钱，不要跟我说白条。我打完转呀、啊，我打完给你转，我打完就给你转。别这样，都是队友，你干嘛呢？做人你要诚信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我这诚信啊！你一开始说的不要钱嘛，那你你不诚信，你这把我骗进来，你这是敲诈呀、啊！要钱了，我走了。扣分多，要的就是扣分。他会复活呀，会复活的呀，复活追的渣。我哥真的别搞，真的别搞，我给你转，支付宝，支付宝，给你转，支付宝，支付宝，支付宝，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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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付宝。你停，我不发，你不发，我怎么给你转呀、啊，兄弟？我真的很无语。炸吧，完了，炸吧，说了给你转，你还炸？不行，又杀了。鲨鱼是几个了？不让活，不能这样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？Much later。别搞了，给我一个面子啊，兄弟们！这个我站鲨鱼这边。这陪玩的笑声有点刻意了。把对面的叉了走！我什么时候惹你了？